现在就是我这样按 set 就把它的参数写进去，按 start，它的所有就会开始转，然后我再回去，它就会显示它所有，然后 POC 的边，然后这个是其他的，好，全部一起转，它数值，它实时数值会一样。OK。